今天在外无意中呢发现了一块石头，这个可是大自然的馈赠啊。我们准备丙烯颜料白色打底，上方桃红色加白黄颜色，找出一些树层的背景层次关系，用到柠檬黄橘黄色点些点，勾上一些细小的树枝。下方的河水岸边呢，钛金蓝黑色，平行水面线笔画出水线。有远近关系，近处再画一个比较粗的树干。为了效果明暗关系，我们在亮面呢加了一点点的白颜色，一只可爱的小鹿。这块石头呢，一会儿再把它还给大自然吧。